大家好，那现在是 Season of Galaxy，所以能够拍摄的星云比较少，但是黎明前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星云可以拍摄。那之前我也分享过一些人马做的 DSO，这次的话我用短焦折射镜去拍摄，一张照片里面可以拍到两个神盾天体，所以今天我分享一下这些广角的照片。第一个是 Eagle Nebula 加上 Omega Nebula，然后第二个照片是Trifid Nebula 加Lagoon Nebula，如果有更短的焦距和那个 Full Frame 的 Camera，我们可以去其实可能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拍到一张照片里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照片吧。